所講嘅May姐，兩個都係灣仔嘅舊街坊。雖然已經搬嚟舊居，但係一直冇停過向政府爭取保留舊區原貌。我唔相信我一條生命可以保到條街，我預咗輸，因為我知道公義係大家一齊去喐。既然嗰個公義而喺自己嘅心裏邊覺得係啱嘅，係合情合理嘅，就做啦。关注利东街重建计划的团体不断向城规会提出方案，希望保留50年代的建筑物，但是距离新方案审议前3个星期，市建局就开始清拆行动。市建局经过他们的专家勘察，认为这些旧楼是实在很难可以保留得到，而他们也不是属于我们在文物保育方面的历史有价值、历史意义的文物。灣仔利東街兩邊原本喜帖商鋪林立，5年前市建局公布 H15 重建計劃，準備將呢條街同旁邊嘅麥加力哥街規劃發展。一班受影響嘅老街坊自發成立居民組織 H15 關注組。葉美容，街坊個個口中嘅May姐，是關注組的核心成員，曾經是利東街樓梯鋪的租戶。金太和May姐因為重建項目相熟，亦都是老街坊，在灣仔住了40年。4年多來，這班熱心的老街坊每個星期都跟義工聚埋開會，從沒間斷。如果可以推動到樓換樓、鋪換鋪，其實對往後的重建街坊是一件最好的事。其實重建嚟講係喺香港應該係世世代代去處理，因為係涉及到規劃，規劃一個城市係帶動俾我哋喺呢個家園裏邊嘅居住。我唔想所有有一日香港嘅人住喺度嘅人，為咗呢個規劃失敗而去移民離開香港。初頭即係朋友想請我哋同啲街坊傾下呢啲。重建裏邊嘅規劃問題嘅時候，我哋都有啲擔心，佢哋都係關心賠償嘅啫。其實你今日點樣解釋一啲嘅即係核心嘅街坊點解仲唔放棄咧？都搬走曬啦，你都不能挽回啦，錢你又收咗啦咁。但係你可以明白到嘅就係話，其實佢哋自己嗰個價值觀同埋佢哋嗰個對我哋嘅城市嘅睇法係，其實佢哋已經係有一個根本嘅改變。咁咧就係嗰個走廊可能係一邊。規劃師杜立基5年前義務幫 H15 班街坊一齊構思咗一個瓦礫方案，為咗利東街原貌，建議發展商喺街頭同埋街尾起高樓大廈，保留翻中間兩排唐樓，希望復修之後街坊有機會搬翻去。灣仔區議會在市建局宣布 H15 重建計劃無奈，曾經委託香港大學在區內做調查，結果顯示面對重建，居民最擔心的是建立多年的社區網絡會隨之而消失。不過城規會以瓦礫方案沒有包括環境和交通評估，不符合技術要求做理由，否決街坊這個方案。我哋都仲系相信夢係唔需要咁快醒，亦都唔需要醒，因為我好坦白講，放喺全世界嘅輿論裏邊，都認為樓換樓、鋪換鋪、原地安置係一個最合理嘅方式。街坊並冇因為城規會喺半年前通過市建局嘅方案而放棄，
反而再接再厉，两个月前向城规会提交修订方案。市建局嗰个咧就肯定系假嘅亚联方案，因为文说我哋喺报纸度睇到嘅资料就系话佢会起翻啲旧，即系扮旧嘅建筑物，系扮旧嘅四层高，唔代表系原本四层高嘅物业嘛。咁我又唔知道佢系咪可以揾一個靚樓嘅阿媽重新話認係阿媽啦，我唔知道。喺個重建過程當中，佢有一個叫做保密協議嘅。那個保密協議咧就係話阿豬阿狗全部價錢唔一樣噶，同我啲好耐嘅同學啊、好耐嘅街坊啊，大家其後嚟講，佢哋已經簽咗嘅話咧，都好似成為一種陌路人咁樣啦。咁呢個嚟講，其實係一件好心痛嘅事嚟嘅。正正就係而家嘅政府咧，採取一種咁嘅態度去分化呢啲居民，令到居民咧就唔能夠喺嗰個社區裏邊有歸屬感。我覺得呢車今日咁樣做，選擇無限期嘅絕食，係為做咩啊？為就係為咗保衞利東街，就係保衞社區網絡。我四點鐘先決定，我搭觀光協見到佢拆緊樓，地曬土嘅。你唔話我哋上城區方案，你一月十一號至開始審議，你臨咁樣拆，你根本做一啲既定嘅事實，咁擺明係打馬虎啦。其實我坦白講一句就係話，在我有機會參與重建到今日，我完全是珍惜我學到的東西，我知道的東西，完全是開心的。我覺得我愛條街，我也更甚於愛我生命，真的。我回去了。May姐在街坊口中是性情中人，他在灣仔住了二十多年，既是業主又是租戶，經歷過今次重建，他感受到政府重建舊區原來等於摧毀舊區。我們開始是沒有家園的感覺，我們對於自己居住一個房屋，我們將它視為一個物業，可以買賣去計算它的價值，在必要時有賺的時候可以離開。但是慢慢我們會發現，我們已經失去了對一個地方有感情，有一個地方是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鄰居，甚至是世代之間一直在這裡住下去，有一種這樣的很親密的感受。我覺得這件事在香港是消失的。這個集會是一個每一個會議都是邀請外面的專業人士，竟然我們 H15 班人組有一些義務的工作，專業人士你都不邀請呢？因為最近這三年來有無數的場合渠道，我們是跟 H15 班人組有聯絡，亦完全知道 H15 班人組提出的意見。我想問一下，市建局今次你發展利東街，上個禮拜公布這個欣園這個計劃，你們做了什麼？回應地區的訴求，去怎樣保留這個地區的特色。另外這個社區網絡，我們也在想不同的方法去維持和強化這個社區網絡。如果你建出來都跟原本那些一樣的話，那為什麼要拆呢？主題商場其實就是無非都是為了收得好一點租。在市建局的方案裡面，它是想建一個很大的地庫停車場，咁呢啲舊唐樓咧就需要喺個地基嗰度咧進行加固，同埋加上嗰啲唐樓本身都係幾十年咧，就本身都已經要加固噶啦。咁兩者加埋咧，就需要花一定嘅成本同埋花一定嘅時間，就唔係話嗰啲樓係唔留得，絕對唔係。粥店全把就喺翻啲附近。呢度系啲小型裁縫嘅，整下一間，整下一間，
可算是我哋一班人捱翻嚟嘅啦。喺政府未收翻湾仔 H15 重建区之前，73岁嘅陈伯喺弥东街租咗间铺做印刷，做咗20多年，留守到最后一刻，先至执咗间铺离开弥东街。风淋晒都冇印象啦，应该系啲左右嘅啦。无奈两个字咯，只有。所以我都盡量避免行呢條街嘅，好大感觸啊！我嗰陣時，可免則免，我都冇行呢條街。諗翻你以前咧，就開開心心一路行到呢度，都打招呼打到，而家又唔知佢哋嘅情況點樣，有啲誒冇咗聯絡都有。冯先生是陈伯以前的学家，原本都在弥东街做印刷。他说好彩自己在重建前两年在隔离的厦门街买了个铺，现在才可以继续经营。不过和以往弥东街的热闹情景相比，现在就显得凋零了。那个月家就拆了弥东街，那个人以为拆晒了，没了，找不回这里。生意生意差少一点，少很多。少幾多成？嚇，門市依度啊，真係要少30%到。舊區重建一向都係由市建局，即係以前嘅土發公司負責收樓，城規會負責審議規劃。兩年幾前，灣仔 H15關注組一班街坊主動向城規會提交居民心目中嘅重建藍圖。陳偉群係城規會前委員，佢認同街坊嘅方案。可惜方案在他離任之後被否決。街坊他們提出來的方案和政府現在的發展方案其實距離是很近的。譬如我們聽到說是由於他們沒有做交通運輸的報告，交通影響評估，所以就否決。但是交通影響評估呢，其實政府市建局的方案一早就做了。政府的方案既然是可以通過到，那為什麼居民這個類似政府方案其實密度可能會更低一點的，佢嘅交通影響居然會通過唔到咧？即係呢啲係有得爭議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喺你拆咗之後咧，就再爭議都係冇意思嘅。城市規劃嘅委員會已經咧係一個規劃指引裏邊講咗話要特別注意去保留本土嘅特色，然後就呢個發展係交咗俾一個以保育為佢嘅大前提，其中一個大前提咁嘅重建機構。當時嚟講咧，我哋仲可以要求啲咩嘢啊？即係不幸啦，最後咧就我哋見到而家嘅真相就係，即係呢兩條街嘅嘢全部拆曬。佢哋似乎咧都係以發展為先，即係市建局佢如果真係有心做保育咧，佢仲需要更加努力咯。特區政府喺舊年7月成立發展局，負責制定政策，確保喺城市發展同文物保育之間得到平衡。發展局同埋市建局咧，係聯手以一個新嘅思維，一個地區為本嘅手法咧，嚟到去整體考慮同埋保育活化灣仔舊區。發展局局長向外公布灣仔區活化政策，宣布區內有29個項目被列為歷史建築，受到保護。不過，彌東街嘅50年代建築物就被認為冇保留價值，有保育人士批評香港仍然欠缺一個完整嘅保育政策。市建局一邊就話咧，因為佢冇文物價值，所以就要拆。但係發展局就係話緊俾大家聽，灣仔都有個舊區㗎。咁灣仔嗰個舊區裏邊有一條街係兩邊都有唐樓嘅，咁。為什麼突然之間這條街又會完全沒有那個文物價值，沒有需要保留的呢？這個發展局和市建局之間是有這個矛盾，我覺得是正好就反映了政府在個政策上面他們那個的缺乏。我謹動議二讀《城市規劃條例草案》。陳偉群透露，政府曾經在2000年考慮修訂城規條例，加強公眾參與，增加城規會的獨立性。可惜條例最後並沒有通過，直到2004年才通過其中一項修訂，容許市民參與。
不過其餘的仍然原封不動。咁就變咗咧，佢成為一個角力嘅場所啦。即係居民咧就利用呢個程序，我就即係入多幾份子。咁啊而當局咧就可能又利用翻呢個程序，就話你唔好做交通報告喎咁啊，咁去即係否定咗佢。咁變咗大家咧就即係個程序本身唔係幫咗大家做城市規劃嘅，而係咧變咗一個角力嘅場所啊。咁喺香港社會，你居民同埋政府角力，咁你而且仲去玩程序嘅角力，你邊度有得揮啊？咁今次呢項申請咧係由一群當地嘅居民提交嘅，佢哋係要求修訂咧係市建局咧獲得規劃許可嘅總綱發展藍圖。今日我都仲係對我哋呢個方案好有信心之餘咧，就聽到有人話佢而家係拆到四樓，咁四樓都仲係有得救咯。其實我哋係即係唔係係好衝動去做一啲嘢，而係樣嘢都係有根有據，即係盡量係喺文字上面表達我哋嘅聲音咯嚇，同埋係按曬嗰個即係程序上面去做一啲嘢。今次嘅申請咧係建議咧係保留利東街嘅。保留嗰啲唐樓咧，嗰啲唐樓本身咧就亦都冇一個即係譬如嗰啲結構嘅評估，咁所以考慮曬所有因素之後咧，就冇支持到呢個申請嘅。我想問下咧，唔係，我想講嘅第一樣嘢，我想同你講咧，頭先我答完啦，好唔好啊？唔該曬。你而家被喺香港裏面所謂係官地。咁然後個官地咧，然後批租出去，咁然後個關係咧就個業主同埋個批租者，就變咗香港政府同埋一個可能一個發展商或者一個關係。所有個市民其他人咧，與喺參與其中受影響嘅，完全係冇參與權。咁依個係一個大問題，就係依個咁嘅體制嘅問題啦。當初一宣布利東街嘅重建計劃，市建局就運用土地收回條例。向受影響的業主發出收樓令，而根據條例不肯搬的業主隨時會被控霸佔官地，租戶就更加沒有發言的空間。我們租客沒得講的，他那個業主肯賣了給他，我們租客就照政府賠多少給我們就接受，我們沒得反抗的，俾個限期你，賠咗啲錢俾你，咁啊就算數噶咯。黃太以前喺利東街做印刷，搬咗去鄰近嘅鋪位之後，生意少咗七成。佢話過埋年，諗住租約滿咗都唔做啦。佢政府啲冇噶，唔會理你呢啲嘢噶。佢直頭係你肯走佢就得噶啦咁。個問題好多居民要喺翻度住，咁嗰個問題佢個居住權啦，根本上都冇考慮到噶，係嘛？即係變咗個問題就話，如果我哋個公義就話要去強調翻，就話每個人都有呢啲權利。咁而嗰個問題咧，我哋喺個重建好，我哋喺發展好裏邊，都係盡量保證到依樣，係嘛？咁你然後先係個社會先係一個發展一個可持續發展啊嘛，如果唔係都係你基本上邊可持續啊？城市嗰、那個即係發展裏邊咧，一係就空間，一係就時間。對於一個大嘅經營者咧，連鎖店啊、大嘅集團咧係有利嘅。咁但係對眾多嘅小市民、小嘅經營者嚟講咧，所需要嘅咧就係時間。譬如利東街嘅店鋪就係經營經過一二十年，咁嘅相熟啊，有咁嘅程度，互信嘅程度，再加上市民嘅熟，開始認知到邊笪地方佢哋嘅聚集。市建局而家佢哋嗰啲咁嘅諗法入邊咧，係傾向空間咯，做一啲大事咯。喺而家政府嘅各個嘅相關嘅政策裏邊咧，時間嘅累積對而家呢個政府嚟講咧，仍然係一個盲點嚟。我哋提出一個講法，就係話，首先係城市係積出嚟嘅，唔係你打造出嚟嘅，即係唔係你三爬兩撥，而係積嘅意思就係大家積個冷衫，你就知啦，即係慢慢積出嚟，係好多嘅網絡，好多嘅線索，裏邊好多嘅個體咁樣積出嚟。而如果一個城市所謂要重建、要更新或者等於活化等等，唔用你用乜嘢嘅字眼，
其實你再次有個要希望佢有個新嘅面貌，其實你係不斷去再積佢，而積完之後係俾邊啲人？近來香港市民咧係極度關注香港特區嘅持續發展。喺呢五年裏邊，我哋可以做嘅、可以講嘅都做曬啦。咁其實你都可以講都做曬啦，政府啦仲未做，仲未開始。我覺得呢個城市如果冇回憶、冇歷史、冇文化，係好可怕嘅。啊，我苗香嗰邊一個非常可怕嘅啊城市啊，住喺高樓大廈，好多錢，其他乜嘢都冇。啊，呢個唔係國際城市。民間已經覺醒，香港嘅未來發展並唔係單從經濟效益着眼，而係要顧及社區需要、文化承傳，為城市嘅可持續發展描繪一幅藍圖。跟住餅嘅係板長壽司呈獻，和味無窮。